我不是来这儿打败其他运动员，我是想打破自己的界限，做一些以前没有想到是可能的事情。希望大家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尝试你想尝试的东西，因为努力永远不会欺骗人。如果你有自己的目标，那就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，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。不要忘了，我们有个全民的小儿子李文龙啊，这个小子啊，真是今天太棒了。